杨老师好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，有的时候一首歌突然就能勾起一段回忆。杨老师，听过第一个人歌，老子留下，这是课堂，你留什么呀？你站出去，我瞧不上这么难拆。我检举揭发，他还想搞对象。胡闹！学长很有才啊，到你们班去啊！别再折腾了，你们现在应该在玩命的冲刺，都回去上课。无论是欢快还是忧伤，都是最好的音乐。各位小姨，上车。如果有需要补课的，尽管找杨老师。杨老师这儿不收钱。马上停了，上级单领神不让出版。谢谢您，刘少侠。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，而是遇见了你们，我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。起立！从今天开始，这个教室里的规矩都是姓苗。这钱你拿好，把头发烫直了。